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今天帮头条的粉丝兄弟收集来苹果的二手手机，现在已经到达市场，马上准备开始收集。因为疫情还没结束，现在市场的货都不是特别齐全。这是一台五手的 X2 256G 蓝色亮机，贴的是冲新的标，但是成色只能达到亮机的标准，尾插一点轻微的磨损，电池效率 98%， 待机超强，自用比较合适。128G 的价格买 256G。这是一台美版的 iPhone 11 128G， 电池循环两次，这些电池循环少的手机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。总之要选择的话，还是要看个人的实际情况。这是一台8 Plus 64G 白色冲芯，是一位头条的小姐姐要的。这台电池效率 87%， 总体还不错，适合自用，收了。拿了一台白色的 X2 128G 有锁，价格2000多一点，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，因为现在卡贴机都可以完美解锁了。咱们在市场逛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好货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去哪儿啊？你回家呀？你好讲，我知道啊。这小子真争气。这是几台苹果8 64G， 是几位抖音的粉丝，然后说拿几台苹果8 64G 电池要好一点，成色要好一点的。我挑了5台出来，这5台成色电池还不错，看看这成色外观，咱们就收了。1000多的价格买一个苹果8的备用机，打游戏做直播都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